我今天要去坐黄沙，给我接车。当你给我快帮我带一下，你还敢带谁呀？小心他咬你哦！啥子蛇？这是黄鳝，我不管你房子嘛，你要给我起来。别闹嘛，不就是两条黄鳝吗？我帮你带，我帮你带。快点！够吵了嘛，再带我两个都吃不完了。谢谢你了，大力哥，我先走了。姐，我回来了，黄鳝都在这儿喽。天冷了嘛，就少了，天热就吵嘛。你看你这一身，哎呀！吃完了，吃饭了，快点！耶，你们就吃完了，怎么想到不喊我？当你给我还想吃吗？那我们再去抓点嘛。我今天去摸螺蛳，我接车。哎呦，我狗子，原来是你哟、哦！螺丝就不扯你了，差不多够扯了。姐，你那是螺丝啊？你这衣服油脂那么脏啊？这螺丝只有甜头才有的吗？姐，那个大螺丝呢？都在外头的，我又没偷吃它。就是这个螺丝，今天喊我办了一次，我必须把它吃了。姐，明天吃啥子？